像是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有焕然一新的感觉。有有。所以如果我今天穿这样回家，我老公会以为他换老婆了吗？有，肯定，肯定。没有他，你老公会以为你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。衣服有谁对你好看哎？有谁对你做了不轨的动作？其实老师今天用在我身上的元素，我坦白讲，都是我从来没尝试过的，就是包括从头，对，从头头的头饰有没有？对，然后眼镜的这个圆的样子，对，我一直觉得我没办法驾驭圆形，很好看。然后再来就是鞋，一直到脚，我也从来没买过一双长这样子的鞋。我的鞋真的说实在都蛮乖的。我可以请问一下，因为我现在白背心肩带掉，我到底要不要补？啊，没关系，你就看你自己，就让它掉就对了。如果你老公很介意，我们这件衣服就正常的穿了。你可以正常穿，正常穿也好看。我知道，在家就把它穿上，出门就把它穿上，出门就把它拉上。出现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了。你看它正常穿是这样子的，这也很适合静美啊，好看。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好好看哦，驼色对不对？驼色，所以正常穿的时候在挂在那里，我们可能不会，对，可能不会去碰它。对，我们把包包拿起来好了。好，我们看到正常穿的衣服呢，它大概就是像子，类似像有一点点带合适的这种交叉的部分，像这种你配那个长裙、蓬裙，或者是窄裙，啊窄裙都是非常好看。那甚至配像这种带一点伞状的这个裤子，其实是短的耶，对对，刚好可以露它修长的腿。你利用这样子去搭配，其实又有一种。好像秋天的气息啊，那这是正常的穿法。那遇到不正常的穿法，就像我们刚才这样的穿的部分啊，那当然你下面还是可以配一些其他的裤子哦，比如说我们可以配一些选择一些的宽裤管，这个好好看哦。是，你看，我们可以选择宽裤管，有点亮橘。驼色我们不敢配红色，是亮橘。是驼色，对啊，这不是超抛锚的时候要放在远远的地方，三角锥的那个红。不觉得吗？这样子配起来就好好看，好看，变得好亮。这个可以配这个红，可以配这个红，对。然后衣服呢，我们再来不正常的穿，对。你走出去都是焦点，真的。而且静美看这样好高挑哦，真的很高挑，对不对？好好看。他因为有一个迷思，他就以往就觉得说我腿很漂亮，所以我就要一直露腿，一直露腿，一直露腿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胸也很漂亮啊。对啊，臀部也很漂亮。换个地方，臀部最美。对对对啊，我怕我老公会杀了我。你就跟你老公说，你就当我拍了别的片子这样子。或者只能在家里演这部片啊。对，然后看那像这种呢，你还可以，比如选一个，如果乖一点的话，选一个雪白的这种，雪白的这种海军裤，这种宽裤也可以，又不一样，又不一样的啊，这就好像一个可以去参加母姐会。对，我刚刚也是要想高端的上班族了，像这样的部分可以参加就是亲子活动。是，这件衣服很好用啊，窄牛仔裤也很好看，然后配靴子啊，很多都是啊。那本来呢，原则上呢，像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因为它的颜色，可能大家一般我们到这种年纪会觉得说，啊，这颜色会不会觉得不够红啊亮，对不对？你看又男在那边点头，要不然就是口红要加重一点。其实你可以选择就是配件，比如说一个包的部分。我觉得老师刚刚配包也好好看哦。像这个包款的，这也是啊，你可以利用这个颜色，让你这原来的驼色啊、米色呢，可能一般我们会觉得。比较没有色彩的部分，你多一点亮点啊，上面还有一些细节。你看这身衣服很素嘛，对，包括这衣服的这个翻面，这里面条纹的部分其实它是很素。但你选择这个包款上面啊有铆钉，还有这个品牌的经典的这个一个蛇的头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，你这种背法就是要么就是像这种很侧前面的，一定要侧前面啊。那还有一个背法就是要这样子，正背，真的。是这样站背，真的啊，对，但是你要态度，你要我要态度要臭，对对，要自在，站背不好，我感觉怕被抢，因为我头发要态度，对，态度要出来，我看你怎么背好啊，态度背，我态度也不错，也不错，那个太太圈这件怎么卖？对，你是我要跟你买衣服的，你的态度要出来吗？不是，你觉得时尚要驾驭就是要很不爽，就是说你背的态度你要注意啊，不然就变成我在跟你买衣服，就是你变成那种
那种对做生意的有背法，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背呢？是因为欧洲太多墙了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恐怖。所以呢，变成对真的包括一些部落客那一些，他们常常要在外拍啊，带一堆东西，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旅客的时候，自然久而久之，就是有一些街头的风景就形成一种流行的氛围，所以呢就会变成这样背。是，这种一衣两穿的衣服太适合季晴了，老公在的时候包紧紧，一离开视线又能展现时尚态度，怎么穿都好看又时尚。